多要一张就好了。嗯，没关系，下次多要几张。我也来吧。好，要啥就快啊，过这村没这店了。来，嗯，还要不要？ 你呢？要。嗯。还要不要？不要了。嗯。还要不要？你怎么样？来一张。嗯。还要不要？不要了。这回怎么样？ 没吃饱，这回撑着了。哎，又是九点半，他妈的又输了。倒霉，九点，同吃。啊，等一等，我是十点。 是用功不散了，我赵四只不过赌了几把牌，又没有杀人放火，干什么？老跟我过不去呢？传给你们行了吧？不管你们哪位是阴魂不散吧。 反正你们都是顶尖的人物，抓我一个小小赵四又有什么光彩呢？干脆你们就把我当个屁放了，就算了。人机造反，狗急跳墙，你们要是再逼我呀，我可跟你们拼了！ 哎呦！嘿嘿，我不愿意费劲儿，你们以为老子真怕你们呐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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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你真有把刷子，连阴魂不散他们你都给打了，哼，打他们还不是跟吃蚕豆一样？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360行，行行都干过。现在呢？无业游民。啊，哈哈，你的恩德日后我一定报答。 钱呢？刚才赌钱连本带利，一共欠我20块。哦，那点钱呢？刚才在仓库里都给他们了，改天加倍奉还。哎，不行，现在就要。我一毛钱也没有啊！你别过河拆桥，今儿非给我不可。我赵四也是在外边混的，你别拿我当凯子啊！ 就凭你这样的，还想在外边混，简直是个杂碎！哎，你他妈骂人？骂你是客气，不给钱就揍人，给不给？我就是不给。哎呀！ 哎呀！给不给？拿来！我身上没有钱，你给我去拿好不好啊？到哪儿去？我们的公粮。行行行行，哎呀！ 老四，哎，栽喽，栽在谁的手上？阴魂不散他们。啊！小子，你们他妈专门跟我们过不去，今儿老子先把你的魂送到阴间去。哎，你别误会，是他从阴魂不散手里把我救回来的。 快给我！等等，咱们得谈谈。欠债还钱，有什么好谈的？咱们瞧归瞧，路归路。你帮了我忙，我感激你。可是刚才你打了我，又逼着要钱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你想赖？哼，笑话！不要说是20块钱，就是200、2000，我也不会撒赖呀。你看。 拿的走全是你的，哎，等等，干什么？我怎么欠你的？赌输的。好，咱们再赌。我没有钱。没钱没关系，咱们赌手。手？嗯。你赢了，这只手给你。我输了呢，把你的手留下。好。 大哥，您帮个忙。好。怎么赌？要赌骰子和牌九，你也许觉得里边有假，干脆咱们赌打火机，每个人打5下，不着就算输。好。你是客人，让你先来吧。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一下。
慢着，干什么？我们有那么多时间陪你赌。不赌也行，把钱留下。留下？嗯。不留下，你就走不出这个门口。嗯。住手！人多打他不够光棍，单打单，叫他死得心服口服。 自己人不许打架，你们又在闹事。不是咱们自己窝里反，是这小子找上门来的。谁？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魏兴豪。有什么过节？他欠钱不给。 骗我到这儿来，仗着人多势众打我。经理，来，我给你，这个拿去用吧。谢谢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他只欠我20块钱。 多余的算我给你的，我不能要。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没有工作。哼，你骗得了他们，骗不了我蔡玉堂。今天你不说实话，我就叫你躺着出去。我要有办法。 也不会为20块钱到这儿来，话是真的，信不信由你。既然没办法，给你钱你为什么不要？该要的我要，不该要的多少钱我也不要。哼，你倒很有骨气。骨气谈不上，只要你蔡经理赏口饭吃就行了。好。 从明天起，你就来这儿做工。谢谢。爸爸，你存心过来过。 快说！你们想造反？快说！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为什么我们做工天天要受你们打骂？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！谁敢？我们！哎，哥们儿，我们卖苦力气的，为了养家活口，千万别闹事啊！你少管闲事。大家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，何必呢？
你少拍马屁！哎，你别误会啊。其实吴头他也是为咱们好，多运一车煤，多赚一点钱呢。是啊，多赚了钱又不是我们的，不知好歹。我们把吃奶的劲儿全拿出来了，他还嫌我们慢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算了，别怄气了啊，快干活吧啊！算了算了啊。 这次的货品特别好，哦，货呢？左的号码是100，最近销路很好，老板叫你们多辛苦点，加个班。啊，是是是，酬劳会给你们增加的，谢谢。 吃过晚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好玩。这个也会爬，打了一下。小田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去睡觉吧。不。
玩呢。爸爸忙了一天，该休息了。明天你还要去上学，乖，听妈的话。不要嘛，明天再玩嘛，乖。快去睡觉。我不要。明天爸爸再陪你玩啊。乖，来。好好睡啊。嗯。玉堂。嗯。最近我觉得你有点变了。怎么？你常常晚上不回家，到底在外边做什么？啊，还不是为了赚钱养家。赚钱是应该的，我希望你不要做犯法的事情。嗯，方婷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看。嗯。你从哪儿偷来的？我给你整理衣服，从口袋里找到的。秘密你已经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有个风吹草动，我杀了你。玉堂，叶美超要判死刑的。那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。要是你出了事，我们母女俩怎么办？哼，你还年轻，可以另嫁别的男人。你怎么说出这种绝情的话？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再做坏事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少啰嗦！你不能一错再错了，快去自首吧！大笔的钱我不赚，我去坐牢，我疯了。对自首的人会宽大的，你再执迷不悟，早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组织规矩，不干就死。这么晚了，你又到哪儿去？我去通知经理，你快叫人来挖。快来呀，塌方了，快来呀，快点，塌方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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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钻进去抢修！现在不能进去，泥土一碰就塌下来了。你少管闲事，快进去！啊，哦。哎，等一等，一塌下来你的命就没有了。滚开！哎，啊！经理，你赶快去报告董事长吧。我马上就来。是。
怎么样了？刚才挖了一个洞，经理一吹又。又架好了。小声点，别震塌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魏兴豪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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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事？董事长，蔡玉堂先生来见您。啊、哦，请他进来。啊，请坐。谢谢。货都送到了。送到了。嗯。好，您看咱们内部有没有可疑的人？你说呢？每次送货都没事，这回分批送，反而有阴魂不散的人跟踪。你觉得是谁？只有魏兴豪是新人。哦。你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没有啊。既然没有证据，对他也不要太明显，以后多加注意就行了。是。那等一等，这次大家都辛苦了，你替我去慰劳他们。是。董事长，啊，坐坐，这次的事情多亏你机警，才把他们给甩掉了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您夸奖了，我是应该的。这个你先拿去用。这。小意思，快收起来啊！谢谢。你说，咱们这里面有没有内奸？是谁？我马上去把他干掉。你先不要冲动。是。我做事情向来没有失过风，这次都有阴魂不散的人在跟踪，我想一定有人告密。谁？蔡玉堂的太太姚芳婷啊。是他？不会吧，他劝蔡玉堂去自首。蔡玉堂呢？他当然不肯了。这，刚才是奖金，这是杀人的钱。哦，杀死姚芳婷，对，斩草除根，以免后患。是。今天晚上，我叫蔡玉堂请你们吃饭。10点钟，我打电话给他太太。怎么个杀法？我想你会安排的。是。
你回来了。找您的钱。你的钱？哎，是的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我想找个形容词。我的脸又不是字典。字典里面恐怕也找不到。哦，丑。美。哦，我想听听你的形容词。到卧室坐。啊。就你一个人？工人今天请假。还有呢？我。哦。又怎么了？这间卧室真不得了啊！
又有什么形容词？还没想起来。酒跟咖啡哪一种对你有灵感？酒。自己去拿吧，所摸的车弄了一身土，你慢慢找灵感，我去洗个澡。嗯。喂，妹妹，你来一趟。明天吧。不行，有要紧的事，你立刻到我会客室来。好吧。真扫兴，讨厌。谁呀？帽子铺的老板。什么？就是卖绿帽子的呀。哦，你也太不像话了。我只是说了一句玩笑话罢了，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嘛。嗯，玩笑也得有限度。你干嘛说我是卖帽子的？又不是我自己去找他的，是你叫我勾引他的。我叫你去调查他的身世，你做得太过分了。我什么地方过分了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现在有一批货要你送去，真麻烦。送完了货，给你一笔钱。真的？你把这个手提箱存在皇后府厅的衣帽间里。然后到郊区的大庙，那有一位中年男人在等你。暗语呢？他说公，你说长，你把牌子交给他就成了。好吧。哎，赶快抬起行囊。好。喂，嗯，公，长，你是接货的？哎。娘，哎呦，啊，这，你怪我，哎，啊，我呀，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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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哎，哎呦，啊，哎。哎呀！
把这押走。你是来交货的。嗯。你回组里去等。是。美美。太太为什么没有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
他又为什么带着官监来呢？啊，哎，这小子是内奸，打死他！真的没有死啊？没有，是刘长凯叫魏先生去谋害我的。啊，刘长凯。嗯。我要不假装杀死他，刘长凯绝不会让他活着。政府不但救了我的命，只要你肯改过自新，也会饶恕你的。那板呢？刘长凯拿走了，为了灭口，把印刷工人都给杀了。好，把他们押下去。是，走，跟我去追捕刘长凯。走，非要跟你们去抓他。你不能动啊！哎，这，哎，我该。
做假美钞的板还没找到。好，快打，别让他们看出来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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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的侦查大概被刘长凯发现了，明天按照计划采取行动。是，组长。刘长凯家，刘长凯还在，小心点儿，跳过去，别惊动他们啊！
快追。劫他们！
Thank you.